又是我一个人，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现在改变了。那我想要问大家，就是你们信耶稣之后，你们第一个学会的背诵经文是什么？主导文。OK，对我来说呢，我第一个学会的经文是诗篇23篇。对，其实它就是非常有名的诗篇。我们在家里也挂着一个23篇的经文，然后每次我都抱着我女儿，然后她就会说：“哎，你念给我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这样，所以我就会常常用23篇跟她说：“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”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其实也是在跟我母亲讨论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她有提到，我们其实是被上帝拯救回来的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外去旅游，然后就我爸爸开车就边开边睡觉这样子，对，就是，然后就开下那个山这样子，然后就被一棵树接住。被一棵树接住，然后我们连吓到都没有吓到，然后就哎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们就爬上来，所以每次我们念到说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灵是会非常感动的，因为他真的就是把我们从这个谷底拉回来。那所以我用这首歌，然后也送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各位会喜欢，然后也一起用这个23篇来赞美神。愿各位都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谢谢各位。